哎，它是 Ludia 出的小法拉，它就是长这样子，然后非常轻巧，而且它这个流线型的设计是来自意大利，意大利很厉害就是设计嘛，所以待会我会介绍它这些每一个面啊，每个点都有它的功用。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可以帮助我消水肿？就是呢，它是一个自带电流的美容仪，而且你听到自带电流，那时候当时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它又没有装电池的地方，然后它又没有充电线，而且整只很轻盈。原来是它上面这一圈哦，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360度的这个圆头这边，它是太阳能面板哦，对，内嵌的。这叫 solar panel。那你除了太阳光之外，你在家的客厅，或是你现在在录影的时候有光线，其实就会有电，它就充电了。对，它就自带电流，所以它整台根本不需要什么充电线。那它这个就非常方便，你拿出来让它抓点光就可以使用。而且就因为不用充电线，它整台都可以水洗。哎呦，对。然后还有，为什么女生在保养的时候需要一些微电流？就很像我们有时候会去做音波。对，就有这种拉提的效果。然后，而且这个又不像你在做音波的时候会很痛，所以它有一点人家讲说呢导入棒的意思，对，它可以就是让你增加保养品的吸收跟导入，然后不用让你去挨痛，然后你这个所以它不会那么刺激，所以它天天呢都可以使用。而且有时候我们越来越在意保养，我们觉得买那种很贵的保养品，那如果你没有吸收进去都蒸发掉了，那也是没有用。交给你示范。好，那我先上一点琥珀精粹，然后这个呢它延展性很好，我一样把它擦在眼周，然后跟全脸。眼周就是眼睛啦，眼睛的周围，对，眼睛，眼睛的周围。我上多一点，好的。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每一个设计都有大家很厉害的地方，像跟大家介绍它有两点，然后三个面都可以使用。然后我第一个先用眼周，因为现代人看了很多那个手机嘛，其实眼压很高，这个点呢可以当做穴位的按摩。然后先把眼帮助眼周放松，然后这样子按。哦，用点的就好了。对，然后按完穴道哦，就是你可能眼压高可以按这边，然后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保养品吸收往上拉，它是导入棒，也是一个按摩棒。对，然后这样子往上拉提，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非常舒服，而且你用这个小法拉一分钟，相当于你整脸做 SPA 的按摩20分钟，哇，所以很适合老师啊，就是早上出门，然后上班很紧急迫的，我们都早八早七的类型，很急迫的时候使用。好，这个就是眼周的使用，往上拉提，然后接下来呢，还要介绍它这个面叫大 U 面，可以符合，你可以非常符合你的脸颊，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它直接是服贴的，就跟你的脸型这样贴合，然后往上拉，然后帮助你的保养品，然后在这个非常舒服又放松的状态下让它吸收，而且在吸收同时就真的是有微电流，然后帮助它，然后这个往上拉提，我觉得我自己在家，我其实我用了很久，然后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呢，女生很在意的就是轮廓线，轮廓线这边呢用一个这个小 V 的地方，它也是非常贴合，哇，这样子贴合，全脸是用的作用就可以了，厉害，这样子往上推，完全服帖，而且你不管什么脸型啊，它都可以照顾到。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气节，然后有时候压力太大，我觉得很适合自己做一个放松的舒压，而且完全很轻巧，像我这样一只手就可以使用，棒。然后其实它这个像老师可能说有久站或是一些比较不舒服的问题嘛，它还有其他的面，例如说它的这个施力点比较大的地方，还有这个点都可以拿来直接是身体的穴道，可以直接刮痧板来按摩。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腋下还有很多气节，还有淋巴都可以拿这个刚刚没有使用到最大的这个面都可以这样子刮。然后老师说小腿会水肿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小腿这样子拿起来刮，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好，谢谢，谢谢。